漂亮一下。 为啥能震死我？三角房，三角房，出来了，三角房出来了。楼顶有脚步啊！我卡 bug 了吗？啊？里屋，里屋，里屋，我左边里屋有一个。 楼上好像有一个，有两枪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哎，我操！我的！喷了一下，你妈的！我以为他要喷，拉出来喷我第二个呢。后面有一个，三标后面。我操！打头了。近一点有一个的，不知道去哪了。 后面，他妈呆啊！我这，漏我在底下，他妈被圈刷到了，又走了他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在看我们。打！弟，有硬银，又有脾气。 还有一个进房了，有运营，又有脾气。哎，我脸上，我脸上，我脸上。这边有。我脸上踩出来的。两个。能打吗？能打吗？单一个，我操！我操！三层楼有一个。你个猪逼吧，这个！ 还厕所后面那个打，哇操！二楼打头了，开直接顶过去。顶吧，我先架。啊！那个平，快！我有个。靠这个树了。三十秒还是有一个二标，给他们杀了可以先。还有一个。二标。下一下。红衣服，红衣服。 等价吗？等价，等价，等价，左边房子里。打了一枪，外面，往外面，往外面。麦克风禁用。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那我在。麦克风禁用。我的灵敏度没变，改回来了，改回以前那个了。这锤米变到0.8。库房里有一个。 0.85，之前是1，现在是0.85。哥们，你干拉了！左边打三，我顶不了，兄弟，这都不敢顶，挨着了。车祸，车祸！我上最后那个，不好用啊！帮忙，帮忙！走走走走，帮忙！ 直接移过来就行了，坑里面。在掉了。三个人，四个吗？他露不了头，露头我就架。没事，我跟崔志慢慢打。能帮我们看近点吗？没人，没人，看我近点。